什么是好的益生菌呢？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呀，有朋友会问我这个问题，什么是好的益生菌呢？其实呢，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通常呢，我会这样回答，其实益生菌并无绝对的好与坏，至于呢是好是坏，只有您呢自己去试，您觉得对您的症状有改善，那么它就是好的益生菌，否则就不适合您。这个呢因人而异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，活着进入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就是好的益生菌，死的就不能叫做益生菌了。而灭活益生菌呢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，那个不叫益生菌。益生菌的菌种繁多，活性各异，作用不同，再加上呢各地反应差异，使用的话呢就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啊，来选择和尝试，不失为呢比较合理的方法。